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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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刚刚一次吸两个？我把那个丢去那个墙壁。哎，到底？对，把我放出来啊，哥。不是啊，军仔怎么不出来？把这一颗石头吸过去那边。对对对，丢。对对对对对。好。对，走。哎，这边要。等一下，这里要那个。你们在呼吸，等一下，军仔你先吸妹妹。啊，好色哦。不是啊，不是色我啦。好，然后皇帝你再把电视机起来，啊，你自己跳过去。耶、okay. yeah. ，对对对，我超强，干你！我要你不要再做效果了，冰桶效果做不够吗？还个人好不好？把皇帝拖去斩了，射到墙壁，电视射到墙壁，那个。那个石头射到另外右边的墙壁。OK， 把我放下来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你要射到我吗？射我射我射我，射你，再射你。那你就把绿色出来。亮亮，有人可以吸我？那是你好，你跳下去对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皇帝你不要，皇帝你吸我，然后厌世，厌世跳厌世跳，来啊、哦、，Let's go Let's go， 为什么那么卡、啊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你跳上去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哎不行，重新自杀。军仔，但是你要跳起来，刚好落在那个钥匙那边，把我们送下来。哎、欸，这样子，这样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妹妹蓄死。然后你，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，你要把我们吸住，你要刚好射到我们。靠，不是，没的，把人家射出去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有个问题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你把皇室射过去，我人在哪、啊？等等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知道、我知道。等等，都不要动，都不要动。然后先把我们放出来，先把我们放出来。陆哥很想赢，然后你们在那乱玩。先把我们放出来。不是啊，妹妹，你不要吸住人家不放好不好？这样可以。军仔，我们先回去。军仔，我们先回去。啊？先回去为什么、啊？你死啊？没有啊，我你先自杀。不用啊，你们跳下来，我可以这样直接撞墙，把人家放在这边了。我跳下去，你把我吸起来。好，来跳。哎、欸，哎呦，来。哎、欸，再来，再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三二一，跳，好，这样子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你放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哪个枪线？两个枪线，两个枪线，三个中了吧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哈哈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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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啊，走啊，开门啊，开门，开门，出来。那、欸、我就知道，放猪了，不要闹啦！走最后一个哦，军仔你走了。妈、欸！干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鹅啊，谁在养鹅？干你俩真的太智障。谁在养鹅？我家养鸡，哎、欸，又可以呼吸了、欸。干，我最讨厌这个了。电视他妈还在吸我，有必要？谁、欸？谁倒数嘞？好，为什么还倒数啊？十十倒数什么倒数？你去按那个按钮，它有倒数，对不对？十、欸。为什么我真的、欸？妹妹，你不自律哦。先不要冲，先不要冲，先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啊！我知道了啦，踩啦，踩这个要让这个，不要不要，先不要踩，先不要踩，应该是让这个去碰它。哎、欸，啊靠腰！把它推下去，把它推下去。啊，先拿倒数完好不好？白痴是不是啊？哦，有到底。妹妹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，应该是这样子。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怎样子？然后你要怎样？这样子啊，你看，哦，等一下，啊、这是怎样？看一下会怎样？对，看一下他会怎样？我吓死我了！他这会怎样？哇！哦哦哦，好，那大概知道了，大概知道了。我们要在时间内上去。等一下，那哎，钥、欸、匙要钥匙怎么办？钥匙要从中间跳啊！它中间有一个按钮，按了它会打开吧？要把那个方块用下来。
那我要滑。然后压在按钮上，然后我们在十秒内冲上去那一个。这不是碰一下是这样吗？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玩的时候，我知道了。哎哎，把呼下吸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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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。我不在上面吸沙。哎，对，还有下一班列车，还有下一班。啊，赶紧，快点！还有下一班，赶快那个吸下。啊，我懂，要把它吸下来，把那块吸下来，我们才可以全部人上去。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啊。好，去踩、啊、去踩，准备哦。等等，那个，不要，皇帝，你先把它吸过去。那我们皇帝，奇怪，把它吸到旁边。让我上去。哦，皇帝，你知道我在干嘛啦？我不能动啊，我不能动、啊。把人家吸到旁边放，旁边放，吸到旁边放。好，你们都先过去，你们都先过去。对，上车了，我要上车。对，然后我把这个推过去放，是吗？啊，那我人踩就好了。你用人踩这样，人踩一下，你就要跑过来。没有，等下，你们先不要，先等妹上去，妹你先上去，都先上去。对啊，靠腰，你过来啊！就是、快点！走！哎呦，坐车，上车喽！不行，哦，啊，还有人踩这个，太难了吧？啊，他会来回，这太难了吧？啊，那就直接踩就好了。你们先踩啊，我自己去啊。踩一下就好了。我先去领啊。不行啊，我们踩，我们会被你推过去啊。我们对啊，画面会被切掉啊，就死掉。先上去。要吸我。推。好。哎，还是刚刚那个这个方块是要推去那个啊，把它推下去让它压。哦，对，太难了吧。对不对？要把他推去压嘛，他自杀了。应该要用这个方块去推吧。很不珍惜生命的卢哥。我知道怎么跳，要怎么用？用吸的、啊，用吸的、啊。我们一个人踩，哦，就照刚刚的方法一样靠背。对啊，搬运工具师，军仔，技术失误。来啊！好，可以。来啊、哦，那你们就先上去啊、哦，我按了、哦。Okay. 你们先上去，先过去，我按了。先过去。来，让我吸你老二！不要踩到方块上面哦，我等一下要推哦。应该要放在最，我去喽。回来，哎呦，怎么办？现在，看这个死火，那就是要方块。看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回来的时候速度好像会比较慢一点啊。好，那就回来的时候放。啊，妹，你先过去。好呀，搬运工到底是谁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你到底是多想死、啊？不好意思，又是你哦。不好意思，啊、抱歉，快点！我妹来吸我们。他还会再回来、啊，他还会再回来。军仔，先下来，好，那我们先准备，来上去。啊，那个方块会不会回过去就回不来了？不会。啊，你们要把我们吸上去啊，上面的哥哥姐姐。吸我。啊，好爽哦！上去哦，准备哦，走！哎，军仔，阿牛哈塞哦，怎么了？太慢了。托口，吸我，烟是我吸你，啊，走了、哦，走，快速通关，好不好？速通关，来。欸、来，方块回来再推，回来再推，回来是摆错位置啊，应该要没有、啊，一样可以，我来，嗨，喂，哇，完美卡住，什么跟什么，这也太难了吧，那个推的，哎、欸，那个方块那个时间点要抓很好哎、欸，这超难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，这是玩过最难的，吸你，再一次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来哦。哎、欸，今天真的是个技术活、啊欸。你们快点啦！干嘛啦？白痴！下车！哎，妹妹是故意想要把我们害死的。抓到！不是，你们在上面的傻逼，不要乱吸啊！怎么那么卡？哎，怎么那么卡？怎么那么卡？哦，厌世，你加网路？谁没有交网路费？等一下，现在超卡哎、欸！哦，好了，
卡代表不是这个问题。没有没有，一定是我怎么不会卡？一定是开房的人，因为你是开房的人啊，你不会卡，那他妈很正常。我的王位。OK OK， 来啊，你们用同一个网络啊？皇帝，你他妈不要再快点快点，电视走了，来我算了我算了那个时间了。等一下等一下来哦，还是他越来越慢，应该更慢，慢等第三趟了。好，再等一下。第三趟不对啊，我们现在手机啊，我靠，没有，再两个下去就好，两个下去，两个下去就好。又是跟我就好，又是跟我就好。我大概抓到那个时间点了，还等第三趟没在搞笑，还肯定又来不及了。来哦，来咯，看我操作喽，各位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好吗？Let's go！ 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怎么会人一起下去的、啊？我踩到了。应该放在最左边吧？那个方块要放在左边吧？对对对，放在左边。没有没有，左边跟放右边有差。军仔，你把它悬空，吸着悬空。你把它吸着悬空，你人就不用推，然后人跟着掉下去了。哦哦，好，那你先下去。皇帝，你们先瞧好位置吧。你们先瞧好位置。对对，吸着，然后往前。对，好啊，你们先上车吧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先算一下那个时间差吗？可是这样子我们要全部上车啊，不然会死。好，来啊，那上车啊，验尸让你吸我，走，可以，吸，走，出发你，军长，你等于说直接把它放掉就好。好，来喽，其他人不要吸哦，其他人不要吸。有，这不要跳好哦，这不要。可是我们还是要。卢哥变得超忙哎。对，你们要死。哎，你要去吸黄蓝色的是谁？哎，妹妹，你不要摔下去哦，不要摔下去哦，认真，不要闹。放开，走，不要摔下去，拜托，求求你。可以，有了，过了，千万不要死。哎，冷静，叫他。凯门，哇，这关玩过最难的一关，还有这一关。